情侣打折，买一送一的，再给你拿一个。我们不是。走吧。拿。沈清源。我来找你是因为网上的评论。你不说我们应该不会再见面了吗？之前是，但是现在我没有想到公司会和设计队达成合作。现在看来，出于工作的关系，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很多，所以我想给你打个预防针。知道了。还有重要的事情。现在应该还没签合同吧？啊，既然没签合同的话，那我现在就没有配合你的义务。哎，队长，不是，队长，你平常不是第一个去训练馆吗？今天等我。哎，小姐姐，你好。你们先去训练吧，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。拜拜，队长。坐这儿吧。好，谢谢。坐这儿吧。干嘛？沈清源，那个关于绯闻，你是不是都不换洗衣粉了？为什么总有一股特殊的味道？我不用洗衣粉，我用的是肥皂。啊，今晚我特别的荣幸能跟大家一起共襄盛举。那首先我要祝贺一下锦标赛冠军沈清源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福利环节了。我们睿智波呢，特意找了专业人士为各位运动员们准备了无酒精的葡萄酒，今晚大家可以尽情享用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哎，沈队你好，我是睿智波的工作人员，我看过你的比赛了，心理素质非常好，发挥的特别棒，敬你杯。不好意思啊。适配一下。尝这个。等一下啊。嗯。你还带点包了吗？啊。周总，周总。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都跟到这儿了。不会是单纯的想看风景。其实我是来给你道歉的，关于之前炒绯闻的事情，对不起，不管这是不是我的本意，都给你造成了困扰。我不在意。可我在意。之前发生的直播事故，我以为我会被公司辞掉，结果没想到周总肯饶我一命。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工作上以后避免不了接触，所以之前说过不见面的话就。但我保证，我绝不会纠缠你，更不会拿我们的过去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哪有什么过去啊？你是不是那个设计冠军沈清源呀？可以给您合张影吗？就一张，可不可以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拿着。哎，别走啊！糖果王国，小糖糖的奇幻生活即将开始了，里边请。哎呀，尽情享受吧！
花位，请尽情畅快的玩耍吧，拜拜。你听过古代狐狸骗人的故事吗？没有。就是有一个书生，晚上赶路，遇到了一个大户人家，受到了热情款待，觉得如梦似幻。早上醒来后，发现自己躺在荒山里，那些好东西都是石头跟土块，我怕这些也是幻觉。没有，很真实。你看这儿还有招商广告呢。走吧。冰淇淋，卖冰淇淋了，口感丰富，口味多多，要不要冰淇淋啊？你要吗？运动员不吃冰淇淋。我要一个酸奶味的。好的，稍等一下。多少钱啊？20块钱。那，哎，等一下，情侣打折，买一送一的，再给你拿一个。我们不是。走吧。那。老板，多少钱？20。我沈清源，人怕出名，猪怕壮。为了不让你预定明天的热搜，你带上吧，你带吗？谢谢。来，扔飞镖了啊！小姑娘，扔飞镖。沈清源，你来，你肯定行。这个的技巧应该跟射击差不多。我试试。来一把。好嘞，给你飞镖。来，扔飞镖了啊。应该差很多。我再试试。扔飞镖了啊。够了够了够了，把神。不，我再来一把，老板再来一把。哎，好。耶！哇，厉害厉害！恭喜你，这是我们的超级大神小熊糖果布偶装，你男朋友呀是这个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走吧。小仙女，我们又见面了，看在我们这么有缘的份上，我就送你2颗糖果恋爱签。什么是糖果恋爱签？就是将糖果合二为一，就能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恋爱命运哟。这雄性动物只要闻到了雌性动物身上散发的这种信息素，就会不由自主的靠近，跟你和小姐姐的关系特别像。